以下要谈的这一套动漫音乐我是全部看过的，我也非常期待它会有第三季，就是那个Sword Art Online 那个刀剑神域啊，会有第三季吗？啊，太好了。这首好像应该是他第一季的 ending 还是什么的，还是插曲，我也忘记了。听到个旋律的时候，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动漫，应该有点印象的。他整个配乐都挺浪漫的，有一点长长的感觉。